Hey, what's up, guys? 今天我们来到沃尔玛。今天来到这里呢，教大家一些常见的食物发音。OK, OK, Let's go. OK, 我们先看一下进口。进口英文怎么说？进口，进口叫做 import. Yeah.这个是之前我们教过的一些咖啡啊 ，espresso 是 espresso， 不是 espresso 哦。够了，你知道有很多所谓的可可粉，英文怎么说 ？Coco， 它的正确读法是 coc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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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对，因为复古的英文单词啊，后面有个 a， 所以很多人会把它读成 coco 哇。哦，我一直以为这是错的 ，coco。就是 Coco， 就 Coco， 就是 Coco， 对对对，那个 A 不用读，那个 A 就不用读。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也是我平时非常喜欢吃的，很难读这个英文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怎么读。是 spaghetti， spaghetti， 是 spaghetti， 确实很难，它叫做 spaghetti， spaghetti， 有没有看到 spaghetti？ 哎，这个很有趣哎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吧？就是。就是那个通粉嘛，通粉英文叫什么？pasta。哎，不错，不是 pasta， 是 pasta。pasta。但是这个品牌呢很特别哦 ，pasta 后面还要加一个 Zara， 是什么意思 ？Pasta Zara。为什么要加 Zara？ 我也不知道。Zara 是什么意思 ？Zara 卖衣服吗？卖衣服，对呀、啊。Pasta Zara， 是不是他旗下的？有可能。哎，你的最爱。菠萝罐头，你会吗 ？Pineapple 什么 ？Pineapple chunks， 叫做 pineapple chunks。pineapple chunks 啊，这个就是已经切好的，切好的菠萝。开罐即食。对对对。开罐即食。啊、哦，哇靠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叫什么？这个就是糖浆，这个英文呢叫做 syrup。哇，好难哦。很难，真的。syrup。Syrup， 还有这个牌子菠萝，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我们也教过，记不记得？哇、哦、，Han Hannes， 他叫 Hershey's， Hershey， 喂，很出名哎，你居然把它读成 Hannes， 真的是没谁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焦糖的英文呢是很多人都有困惑的，为什么？有很多外国人会把它读成 Caramel。Caramel， 但其实我觉得正确读法应该是 caramel， 没错了。不过也好听一点 caramel， 对 ，caramel， 听起来都会洋气一点。这个我非常喜欢。Yummy yummy， 那不怎么 yummy yummy， yummy yummy， 它叫 yum yum， yum yum， yum yum。但其实英文的 yum yum 呢，其实意思就是说好吃好吃的意思。yum yum， 所以 yu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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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um， 哎呀，它是泰国的。怕痛痛痛痛痛太痛，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这个是泡面，英文怎么说？泡面，英文叫做 instant noodles， instant noodles， instant noodles。对 ，ketchup， 哎，我有教过啊 ，ketchup， 番茄酱。我告诉你 ，ketchup 这个英文其实是来自广东话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可能都不知道，番茄酱的粤语叫做 ketchup。所以英文是 ketchup， 是不是假的？对呀、啊，肯定是真的，骗你干嘛？对呀、啊、，ketchup， ketchup， 所以其实我跟你讲，有很多我们的英文单词，有可能真的是都来自中文。还有这里有一个，这叫什么梅？这种中文叫什么？这个树莓酱。树莓叫树莓的。树莓的英文是非常难读的。树莓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怎么读 ？Christmas。Restless， 答对了，那肯定错啊！是 raspberry， 是很难的，因为其实中间那个 p 基本上都不用读出来，就 raspberry。好，来，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红糖啊、哦、啊，你好啊，这个红糖英文怎么说呢？这个红糖英文怎么说？你知道吗？哎呦哎呦哎呦，也不错哎，没错。就是 brown sugar， 因为中文的理解是红糖嘛，但其实英文呢就是 brown sugar， brown sugar， 奶茶在哪里？奶茶，这个是奶茶吗？这个奶茶，这个奶茶，这个奶茶英文怎么说？问我呀？对
英文怎么说奶茶？英文？你不知道？不知道？叫 milk tea， 好像是。真的没有？奶茶叫做 milk tea。milk tea。milk tea。对了 ，milk tea，OK、okay?。来，往前走。啊，我最喜欢的，我最喜欢的，英文叫什么 ？Oreo。Oreo， 错了。叫做 Ore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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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， Oreo， 从小吃到大的，你喜欢吃 O 还是 Re？ 我喜欢 Oreo， 我喜欢吃 Re。哇，还有这个薯片哦，哇哦，这个我非常喜欢吃，非常喜欢吃的，最喜欢这个我非常喜欢，最喜欢的，非常喜欢吃，这薯片很棒的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英 Pringle， 错，它是 Pringles。Pringles，Pringles，Very good， 这个有教过啊。哦，这个很好吃。这个我有教过啊。这个品牌叫什么？Lay's。那薯片的英文怎么说？薯片的英文叫 potato chips。哦 ，potato chips。potato chips。potato chips。Yeah。哎呀，天哪！我跟你讲，我每次逛超市哦，来到这个通道，我都受不了。为什么？又都是我喜欢的果冻啊，果冻，哎，它居然有英文哦、yeah, ，Jelly。Oh my God, that's candy very much. 棒棒糖英文叫做 lollipop。lollipop。lollipop。Yeah， 我真的从小吃到大哎，彩虹糖。要不搞一下？Skittles。Skittles， yeah， 很多味道啊。哎，我喜欢画画果味。小清新，这个也是我从小吃到大的。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这个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把它放在嘴巴里面，然后开始跟人家说话，叭叭叭叭叭叭，这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叫什么？什么？叫 popping candy。popp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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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ndy。Yeah， 有血啊。这个棉花糖。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。可以，棉花糖叫做 marshmallow， marshmallow， 有没有看到 marshmallow？ marshmallow， yeah， wow， so many 口香糖，口香糖英文叫什么？这个叫做 gum， gum， 很简单，就这样，哦， gum， gum， 就 gum， 哦， yeah， 这个我有教过，记不记得？这怎么读？咻咻咻咻， green green， 咻咻咻。Green, green, 是叫做 double mint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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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， 益达叫什么？益达，no， 那就叫做 extra， 这个我教过哦。英文叫什么？什么 ？Skittle， 你不能说 Skittle， 错了，它叫 Snickers， 对了，还有这个。德芙英文叫怎么说？懂，错，是 Dove。还有这个呢？这是什么？你知道这个什么 ？MM。美眉。MM。错，它叫 M 豆。啊不是，它叫 M&M。M&M。Yep。这个薯片真的好特别。小星星的 Skittles， 棉花糖肯定是你的。还有这个应该很好吃。山药。山药哦，这很好吃。哎呀，好痛啊，好贵，好痛啊。